啊，各位来宾大家好啊，非常欢迎各位的贵宾，还有媒体的朋友今天出席占领了加盟环球唱片的亚洲区的记者会。我是李奥林尼尔，大家好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记者会呢，还有 MySpace 还有 Cena 同步全球直播，欢迎大家。好了，咁啊，讲到环球唱片一路都希望做好嘅音乐，今日好开心，有个好消息咧，就系可以签到呢一位非常之有实力嘅女歌手咧，加盟我哋呢个大家庭嘅。那每次呢讲到这个海豚音乐，我都会想到这位的主角。不过呢，在他出场之前，我们首先呢邀请是环球国际唱片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张松辉先生，为大家做主播，有请这里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今天岁岁平安。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参加亮颖加入环球的亚洲记者会。那这里我知道你跟这个占领是可以说是非常有缘分的。是有缘，那今天终于有份了。我在环球唱片已经今年是第30年了，合作过很多的艺人。那张靓颖是我很想合作的一位艺人，也是我的梦想。在2005年超女的决赛的时候的当天，其实我是在现场。我最想合作的就是张靓颖。那失之交臂，没有合作。今年有这个机会合作，非常的开心。那靓颖的talent， 我想不需要我说明，这几年他已经证明他是中国的最受欢迎的女歌手。那这次环球的合作，最主要是把整个大中华区的资源，跟他的团队一起来努力打造一个新的未来。那我们希望他是大中华区以整个华人地区最受欢迎的女歌手。好，那我知道你这个要用了很大的诚意来打动他，有没有用怎么样的诚意来打动让你来加盟环球唱片？诚意就是说共同的语言，普通话，不是，其实是说音乐。靓颖是非常在意她的音乐的。那我想我们对音乐的执着是共同的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很快了就有了沟通跟共识。